谁跟谁啊？对了，兄弟，料肉，这是我们的牛肉干啊。哎，兄弟，啊，这家伙，蒸不住就扔了，蒸不住就扔锅里边不行啊！啊，不好使，这都挂上吧，这块是挂上了。哎，这样，明年4、5月份了，我再来吃。差不多是5个月到半年的时间。这个能吃了。我说在落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。我们这是风干以后可以煮吃，可以烤着吃，怎么吃都好吃。你出来了吗，兄弟？我出不去了，现在已经。哥说等下风干好，跟哥说一声，哥拿过来啊。谢谢哥给你煮，我就会煮。孩子正在长身体，我这今儿爹领你出去溜达溜达，上你恩哥叔叔那溜达溜达，帮干点活。也干不了啥活，反正他吃行。哎呀，过完年你过了，正好就没了。我得提前过来。雪大你就别来了，雪大没事，我车有劲，烧500块钱油也得来啊。我端肉去，看什么样的肉。嗨，活也干完了，活都别人干的，该我了。该我出场了。最近一段时间没来你家，我都瘦了，在家也不怎么吃。哦，我一般都吃，都来你家吃。来碗汤，先哥，肉烂在锅里，营养在汤里，先来点汤尝尝。毛哥，多喝点汤，我这些汤就够了，留着待会吃肉吧。你们先喝汤，我先吃块肉，尝尝甜咸。行，来上。哎呀，这可是熟了吧？这回可熟了吧，兄弟？熟了。哎，先吃吧，等不及了，我这。哎，大家，哎呀妈呀，敬敬神仙。哎，这个多少？我先尝尝甜咸。对，来块肥的，兄弟。吃瘦了最好吃的，谢谢叔叔。哇，给他长相，你再看一下，太香了。哥来也带着家伙事儿呢，带着家伙事儿，专业吃肉的。哥呀，哎，谢谢哥，照。哇，香，真有味道，太好了。这肉肥点不腻，吃这样的肉，不咳嗽，就是。嗯，没毛病，没有。这个带油的，这个特别好吃。最好吃的就是这个，肥的油，熟的油。骆驼肉是不是比这稍微肥一点？会肥啊，肥得多，肥得多。你把那骆驼好好喂着点。那骆驼我也气啊，什么肥呀？挑个不齐的，啊，一个礼拜也吃不完。哈哈哈，这儿。吃别人的省自个儿的啊！这不来干活来了吗？对，我这不挺好干吗？对，出点飞的。兄弟，你慢点吃，第二别肉没下来，牙下来了。哈哈哈！这种的。我们现在有什么喝点这个马奶，喝点马奶，主要这奶，想来这么多行了，说我自己来，好，哎，兄弟，那个，那你装盘在啥？我喝完这碗茶，我哥就回去了，啊，老弟，完了这个在落的时候，给哥再打个电话，给哥再来一趟，帮你干点活，干不了哥帮你吃两口。好好养骆驼，把骆驼养得肥肥的。嗯，待几骆驼咱们不那么能吃，小子，骆驼是咱们气的东西。那不咱骆驼，那你种还在啥？这
到时候再说。再啥也得给哥打个电话。那就这样，兄弟，感谢盛情款待。哎，哥就回去了啊。哎，好，干完这杯。小子，哎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爹，吃这那个，吃点不吃点，队长，吃饱了，那我就回了，老弟。哎呀，到这走了，兄弟俩吃饱了，哥这边也吃不多了，岁数大，今天帮拿送件就不打包了。啊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再点啥，给哥打个电话，哥再来一趟，我找你干点活啥啊。哎，好。兄弟，好好养羊，好好养牛。哎，好。王总，哥。